重案轻提，重案轻提，十，逆风，有点弹性，靠右边，左长右短，一，一，这里感觉抖了一下再走啊。也写得非常的长，这种写法倒是很多人用。注意间隔距离，字。成，成，成，连起来写。古代中间是两横，现在中间是三横。啊，这里古代是两横，现在是三横。物，不出风，右边略微降低，左高右低，力拉的最低，勾起来，撇不要太长。